姐，你去街道上看看有没有你觉得很棒的 sauce 可以带回来的。我去捡树叶啊。没有，街道上。要我要紫苏，我要紫苏。因为你的观察力比较敏锐，他们有帮你准备一个交通工具，所以你是优待，你不用走路，你有交通工具去买东西，因为他们会拿那个，因为那交通工具需要穿戴一些东西，你在那边等我们一下，感觉很厉害。就在这里等我们，我们先出发。OK，我拿钱给你们，我拿钱给你们。好。我们会打电话给你。你可以买两样 free。两万块买什么？不是两万块都买你的东西哦，是你只能买两样你想吃的东西。两万就不够啊。没有，你基本上是不。你要再补两万给我。要修啊。都我的话要修，你尊重前辈。我是你婆婆，你是我媳妇。一万，猜拳。不行，你最多你三万了。好吧。你不可以乱买啊，不可以买酒。我不要。不可以买下酒菜，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帮我买这个顾家的啦，哈。顾家。哇，好多。这个也很好吃，西拉斯。这个很小的那个鱼。超隐私。觉得加这个可以，嗯，那买一个这个，这个那里有海苔啊，海苔也可以放。要买小的吗？大的，小的就可以包，要包进去。是还是这种撒在上面的，不是？我包进去的。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撕一撕，然后可以这样撒在上面？这种东西吗？啊，对，要买这个，不然还要再试这样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然后还有什么可以加的？加明太子会不会太有钱 ？Too rich， too rich。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准备了哈，准备好了，快点，1、2、3。哎，这里有粉，中结粉，这个中，只要是中 all purpose flour 就可以了。应该是什么？可以问吗？tapioca starch。Nice， 你这个也是糖？不是，白砂，这是白砂糖没有？这都可以。可以吗？那你价钱是多少？这个价钱多少？比这个。那没事。すみません。これ何円ですか？How much？ 227。你要？Better。Better，OK。他们有帮你准备一个交通工具。对，刚刚西西说准备给彩华姐交通工具，不知道是什么呢？这些没良心的小孩，不是我在讲的啦。啊，好冷啊！脚踏车，对，你坐脚踏车去买东西。去买东西，我骑脚踏车。那往哪个方向啊？相见不如怀念。这是トンカツ吗？これってトンカツソース。トンカツって。这是他们自己这个当地的 sauce。什么口感？什么味道？就 test。对，これでいいかな。ちょっと開けてみます。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いいですよ。いいですよ。なんかフルーティーな味なんですね。What happened? Are you okay? Good.美味しい，因为它有当初有稍微的辣，但是主要是甜，这个咖喱也特别甜 ，sweet 哦。他说咖喱也可以搭配。Oh yeah, OK. Oh nice， 而且是当地的，我喜欢。你知道这个店吗？这个是这个是饺子的店，饺子卖饺子卖饺子卖饺子的，可是呢没有人的。哇。现在已经有没有人的没有人的店，那所以是怎么样？是自己拿吗？自己拿，得放在前在这里。好考验人性哦。嗯。所以也可以拿了没有付钱。
可是呢，有那个啊，有摄影机是哦 ，OK， 我们要试试看吗？试试看嘛，因为我跟你说，我们去摆摊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吃员工餐，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吃饭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买了，然后 U 比这样 ，OK， 或是 maybe 可以跟葱油比有一些 mix 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买。它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吗？全部都是一样，全部都一样，就只有一种，一种。那我们拿一个，一个 ，OK， 好。这个我卡不起啊，右边的可以那个会变轻松的哦。这边这个哪里？这个啊？这个啊？对，这样会比较快。没有啊，也会变轻轻的啊。哎，会哦。我决定要买。これでいいです。これ差し上げます。はい。あ。プレゼント、いいですよ、他是要送我们呢。お姉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ありがとう、じゃあこれプレゼント、谢谢。え、很好吃哎。はい。わあ、嬉し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デリシャス。我们回来了。何買ったの？好重哦，你们買了。你看，哎。我们真的买，明天都可以卖。我买这个。这个也太大包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要买大包，它小包的，就是那种扁，你要自己撕。我说我们要买这种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们买多少？你们买多少？他们3000。哎，你什么？我这个是高级货，高级的，我们也很高品质货。还有，他还送我们很特别的东西哦。他们当地的。这是什么？松干寿司米袋，它这个是他们这边当地的酱。反正最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地瓜球，所以我们还蛮想要期待，然后做给你吃，然后评价一下，评估一下。然后鬼杀，你回来了，哇！谢谢，耶耶耶耶耶，姐姐你好棒！哦耶耶耶，对，来买什么？买这个。牡蛎 ，cookie， oyster， 买两颗送一颗，哇！你买的吗？是你买的。为什么会买两颗送一颗呢？我本来选了三颗，我要看看这个里面是不是长得怎样。然后我说你先打开，他说那你打开的时候就要一定要买。我说没问题。他打开里面，我靠！我拿起来大个，我就说。煮来吃，现场我就叫他煮来吃。然后西西说：“我可以吃两样我自己的东西啊，就不用客气啊。”哦，我一个人骑着车子，行到倒吃到倒，我好欢喜的嘞。来这都是安内啦。我想说呢，我们台湾人跟日本人非常的好，咱这个台日交流，所以我感觉那个小姐服务了真好，所以我给她1000的进步。消费，做人就要大气。结果本来三颗，他又送了我一颗。其他时间各果多。哎，果多。好几个，一个啥币是？一个啥币是？你敢看？我给他小费，他给我一个啥币是？我本来买两个，他给我三个。你不拉伊，你这样买1500，我觉得 OK。可以。1500，对。牡蛎600。六百。等一下，干贝哪来的？干贝你怎么没讲到？刚刚啊。干贝是我刚刚吃的那个干贝吗？你丢掉吃干贝，你没有讲。我以为它是牡蛎耶。好大一颗哦，这个。哇！好吃，新鲜。虾花生呢？